哎，好的，哎，我现在要烧个开水，我喉咙很痛啊。继续来打一打其他的武器好了，刚才有点懒呐，妈的！我觉得我现在打正式版也不会有东西，觉得难过。哎，定0924，切切切切。嗯哼，那天我看到鸟屎的发型吗？他发型干嘛？我看一下。在玩什么？啊，那工商火影呐、啊。我看他头发。没有新发型啊，就是比较长而已啊。屌官，哎，怎么那么大声？啦啦啦啦！空中的长枪不知道会怎样，应该很好笑。刚没抽到 OW，真的假的？亚洲区好像几乎都没什么人抽到哎、欸。
会很好嚼的声音。干，这一定要，这一定要的、啊，这一定要哼的、啊，这一定要哼的、啊，这不哼就没有玩过也没曲啊。他是刚好防御，是不是绝对防御？干嘞，等一下。妈怎么不出？这有什么用啊？为什么第三次要这么慢？我真不解。超普通，超普通，真超普通。是的啊，是的，头子。靠！那这是什么？哇、哦！大葱哥，
要这样，我真不懂。超级防御哥的那个，我干！超级防御哥，哦呀！后来弄懂这个风格长枪怎么玩的？怎么玩？我不懂哎、欸。小缺体掉了。这怎么突然变大声？沙小？为什么他都会自己变大声？好怪啊！一成功之后要按叉，马上甩人家脸，真假的？可是也没有很强的感觉，不知道怎么讲。停车。干，又有风压，超慢的，真的。受计以外，第三下都是延迟，这么麻烦。真的是烦死了。而且我觉得长枪其实没有那个，靠！我觉得他妈的玩魔猎人也是有一堆他妈人在靠背，不愧是越多人玩的游戏，妈鸡巴人越来越多。
伤将第三个那个第三个最痛了，第三下最痛了。猫现在死还不错啦，我觉得武士道对所有的武器来讲都还蛮屌的。大剑的大六探大剑已经是他最上手的，你这样说他情何以堪？我觉得你他妈是不是来钓鱼的啊？
干，少讲屁话了。觉得我不强，我不记动作，不要来看呗。继续开嘛。我觉得长枪还可以啦，似乎本来就不是，本来就不是 main 长枪的。这样改，可是我觉得他那个武士刀那个就是把啊，不是把弱的改强，就是把强的再强化，就长处，武器长处再强化，我觉得也是不错啦。锤子哦，我觉得全部都是武士刀最好用啊。我觉得其他技能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像这个绝对回避，对武士刀来讲根本没屁用啊，直接武士刀滚按滚就好了。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双刀加空战，看鬼的话很爽，真假的。可是我是很讨厌双刀，我觉得很难呢，我觉得很难打。啊，重棍啊，干，用重棍好了。啊，重棍本身已经可以飞了，那它的飞是什么？哦，那感觉很废。哎，我觉得。我觉得。Area 很难用，我现在各个武器我都觉得还蛮难用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觉得跳就是空中形态的有什么是好用的。要玩看弓吗？不要，我不喜欢玩弓，反正我也不会玩弓，我也没什么。他原本的跳跃会变远距离大跳，真假的？这么跳？怎么嘞？空中手气蛮久，我快速型武器比较适合，真的哈。公开平台可以评论，但钓鱼并不是评论。没有啊，钓鱼也是评论啊，可是你也是公开的啊，所以你被干也是可以的啊，因为你也是公开的啊。就是不用说什么一言堂还是什么干嘛的啊，就是来这边既然大家都在聊天室里面，我讲的话跟你讲的话都是一样的啊，都是公开的啊，所以我有可能会被干，你也有可能会被干，自己取舍。从多远我看一下 ，OK， 大概这么远。哎，怎么发虫啊？我干！干妈的！哎，现在虫不用凑色了，你怎么看不懂？虫，怎么叫回来？有点忘了哦。怎么收不起来那个虫？很难用。我怎么？我觉得虫的用法有点不一样。有了。
阿加莎叫回去。对啊，我刚刚是这样，奇怪，不知道为什么用不出来。干嘛？叫不回来，我感觉回来了。哎，按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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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回来回来，该倒下了吧，怎么那么难倒啊。可以多个重载，可是，靠，我不知道怎么讲欸，我觉得他现在那个应该是有削弱啦，不过也该削弱啦，之前太强了。就他的跳斩的那个累计的那个跌倒量，我觉得好像有下降，也是正常，也是应该啦。妈，怎么太强？尾巴是红色的。三个颜色都有比较好，还是三个红色也可以？哦，一定要三个颜色，对不对？没有砍到欸，欸，这个累积得很慢欸，真的。哎，靠呗。哦，这不简单欸，现在要那个的话。靠腰。按错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接种靠谱，我不要绿色了。
哇靠，这是什么？这实在是有点帅，可是我不知道这是干嘛的，谁可以跟我讲一下？我就是在求，我就是在重棍又帅了一点，不愧是我三代 man 的武器。召唤鳄鱼小精灵。比较超强的，叫晚安。对啊，以前随便打就提成了，现在差很多。啊，干，按错，按错。哔哔哔！看到这些弱了很多，很伤心。OK 的，一代武器一代神，刚出的武器就是神，或者是你可以选卡普空的最爱太刀，永远不会变弱。还是会被吼，原来，原来只是闪变简单了。我以为是我这套有高额之类的。
我也觉得不然重棍太夸张，它的比例下降很多，伤害比例下降很多，除非他在这个试玩版里面给的那些武器的那些程度是不走错了，给的那些给的武器的那个伤害是不太平均的，不然一打的那个速度来看，我觉得重弩还是比较强。给我下来哦 ，bitch！很习惯，不会啊，我其他武器也很习惯啊。请问一下，他在上面是在睡觉不下来，那我怎么打？武士道的虫子耐力超低，飞出去直接没耐，连命令飞回来都不行。哦，是这样子啊。卡布基莫诺，谢谢，去把他叫醒。干，没办法啊，怎么叫啊？怎么叫醒啊？吹笛子叫醒他。Hello， 靠背了，醒了，醒了，醒了，不要吹了，不要吹了，不要吹了，他走了。你都被合成员杀死了，难怪你会胜利。看来我该让贤了。三小。武士道这种要玩玩看，玩过啦、啊。我觉得他妈超爆强。fuck， 虫子都超不飞回来。不要，那刚凑齐，不要走。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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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要踩到陷阱了。被扑到了，哈哈。哦，我挂了。专门飞回去，没有啊，他一定会，因为他死前还是会来这一张吧。
快回来。叫不回来哎、欸，妈一个皮耶、欸！我觉得有点不好用，没那么好用了。没有啦，我现在不太准啦，还是要看之后升的倍率啊。斩击斧，我也不太喜欢斩击斧，还有那个充能的那个是吗？变形的，哎、欸，斩击斧就是变形的吗？哎、欸，不是、欸，我也是那两只不会用，真的是不会用。盾斧啦，对啊，盾斧真的也不充能斧吧，我用不起来。对啊，斧头我真的是不太会用哎、欸，我不太会用。过来哦、喔，臭风！哎，刚好趴下。妈的，武士道真的是妈强扣了。这也太难中了。嚯嚯！
干，太猛了，50道，太扯了。干，我觉得50道他妈超夸张哎。50道稍微会玩的人就几乎都不会了吧？像我都不用锤子的，我也觉得他妈的超强。干，50道太强了吧？其他的感觉就没什么了不起。这招叫晚安。哔哔哔哔哔哔，好强哦！太烦了。
不过锤子的武士道，那个闪过人家攻击的时候，因为你也是蓄力，然后你没有办法很快的出招，我感觉也就是这样子，也还好。往后了，还有往后的，不过我锤子也用好，又打好久哦。哦，难打耶，不过还不错啊，干武士道很猛啊。武士道我觉得重型的武器比较强，打一下猫头鹰哦，好啊。体验一下新怪，好啊。铜捆太贵了，不过魔物收藏名应该没差吧？哈，像我就买了 MHP 3G 的铜捆 ，MHP 3，好，后面就再也没出了，再没。真的假的？近战克星，干什么想阴我嘛？按错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起来！他好可爱啊！先跑。好好听的音乐啊！干嘛射麻痹弹？妈有病啊！我有，好坏。先来看一下他的动作。干什么？我有干这么帅，我有干没接到，哎，我发现只有重弩他会一直调我的角度了。
现我的衣服也跟他蛮像的。我的妈！我的妈！相反的，是吗？干，真的耶。看，超好笑的，超好笑，他超好笑的，你看那个，他的头，他的头。哇，他家里有哎。我干你娘！好险！哦，居然会凯龙乐章！看那个字真的太烦了。太慢了，这个照准。谢谢 No Code。通常那会贯通，那不是贯通，那是通山弹跳。Cockpit 可以。让这边干净点，好。干，可是没有那个 C， 没有那个面板可以调十字键，我觉得瞄准很难瞄，不习惯。
太干净了。只是觉得猫的那个猫的一大堆有的没的东西太麻烦。没有，我是觉得对话框而已，其他还好。诶，我看一下，重器解放，圆月斩！哇，好帅！帅帅帅帅！不愧是中二之剑！哇，这么硬啊，他的翅膀！他这个
哎，我有闪呢。突然又好了，还是重点，这样不重。闪过来呢，闪避练气斩才能升段哦。哇！找闪，难为。哎呦，看，哦，我真的照不到这只，也是这样累的。好惨哦！还没闪到，哎，是啊，哦，死谁是他妈太烦了，这还不行。哇，干！好了，好，哇，有种干睡觉的猫，快敲我，白痴！那怪状态最多哎，这是。哎呦，抓不准那个翻翻那个。我没中。哇！
哎，难呢。难度。想用的都差不多了，睡觉晚安喽。中枪到底是怎样？是回避还是？超难用，打这种飞的超难啊。喂，哇，臭鸟，霸三龙极炮，快快快快快，超帅！超帅！喂，喂，看死鸟！完了完了！哇，干中了！我要睡，我要睡哦！打我，打我！死猫，快打我！干林德，我干的，痛苦到就是，我干，我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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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挂了。干第一次挂，哎，这个也被练到了。
道。哇，好宽。猫咪打我，鸟棍哦，我的龙骑炮嘞，干！太疯了，干！是哦，对我打哇，找到哇，这么远！哇，好屌！哦 ，fuck！你装备，你装备，猫咪打醒我。真难打哎、欸！天哪！打！哦、真灵活、欸，真的。难打，真难打！哦，太强了！防御成功，花 X 快速装填，不然就发呆。干，我真的不懂。干，这只比驯龙强个200万倍吧。
知道，睡觉睡觉，我看一下。晚安。啊，等一下。变大声了，到底是为什么？看，好难打、哦，打那只会他妈生气耶！差不多了，其他我也不喜欢用，我也不会用。到底有屁用啊！一个重弩这样子翻滚是想要我死掉、啊。完全不知道那个重弩还要翻滚，到底是要什么意思？没屁用啊！看，纵如这样敲也是蛮帅的啦。没屁用、啊。
马上撤 B 可以接撤滚，真的。哎呦，以前也可以啊。你换边？为什么换边 ？Oh my god! Hit m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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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! 哦，我躺了。啊！不要，不要突然复原。靠北。踩成功会马上 reload， 真的假的？不好意思，可以叫我起来吗 ？Oh my god， 干，又歪了。靠杯啊！干，真小啊！哦，我觉得他少了机动性之后，重弩变得比盾废。很烦呢、欸，撞喽！爆炸远，哇干，哇干，哇干，哈哈，操！
其实如果他到正式版的时候，那个角度还是会这样子的话，那我可能会受不了。要挂要挂要挂！啊！看，我是有技能。啊！我恨你。翻滚，我觉得那个跳跳太浪费时间了，真的。下版面的左下角来移动画面，有啊 ，L 就是啊。不好用。这个 Guildo 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个 Stolica 是所有技能都可以装嘛，所有兽技都可以放嘛。那 Guildo 少一个兽技，那他所换来的任务是怎样？不是任务，那个它的功能是怎样？第一个造就，那第二个呢？第二个是更烂啊！哦，第二个是弱化，是不是？接一下，喂，啊，敢跟我解释？想知道什么 ？Guildo 是怎样 ？Guildo 就原本的啊，就是。历代都有的能力哦，然后 Stolica 就是你可以装三个兽技嘛，我记得它会少掉一个东西哦。对，你如果用 Stolica， 你就不能够用蹲式中你的话，真的假的？那好像也没差哎，就看玩家选择啊。如果你不常用蹲式，你用 Stolica 多换个兽技。
那火药装点是怎样？火药装点就是另外一个兽装，它会让你的前十发子弹伤害提升。就是你左上方子弹那边多一个十，那你伤害再提升。靠，那怎么看都是武士道最强啊！真的，我就武士道太猛。这个会自动一直帮我视角越来越低，我觉得太烦了。我、哦、那个是以前就有的，可是我记得用那个你的时候会有一个专用设定把它设定掉。我帮你找找看。靠呀！哇，你火药装填要按下去就算了，好猛！就跟装子弹一样啊！鸟真的他妈的！但我觉得这只鸟不去的还能打。对啊，应该把放在上级。我觉得跟以前的那个无限睡觉的那种绵鸟那个时代一样惨白。我只要配一个专用的装备。混乱无效，他就很强，就变得。我觉得还好，有武士道的中毒就很好打了。是，我就变成一个比较大只的美女。火药装填还蛮猛的，而且集得非常的快。对啊，异常稳定，基本上可以不间断。有被混乱的时候，开镜就不会混乱。你干这么屌？对啊，靠你中你大死，然后我就中你，你就远攻我那边。挂了。你是不是有设定那个刚刚那个观众那个塔基多卡梅拉全动的？对啊，我有设定，他们叫我不要。你把它升成太保。我是啊，等一下。对，但它下面还有一个地形补正卡梅拉，你把它设定成手动，我觉得它就不会跟了。我应该是这样。你说地形，然后什么 Type 二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地形用那个 Target 卡梅拉操作 Type 一。卡梅拉。对，那没差。没有，我说地形补正卡梅拉。我是那个啊，玛尼亚鲁啊，那没差吗？敢没差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怪怪的。Fuck！ 我把效果调少一点，那个 game 的环境设定，
画面发光什么什么的表现可以调小，它就没有那么多，对啊，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。我觉得正中央那个一直跳出来很烦，真的很烦呢、欸。我可能之后都不会带猫了吧？干，猫会气死。可是那好像不只有猫哎、欸，那个好像只要你有那个，只要有那个状态，它就会出来，像笛子也会那样子。五色。这还不错、啊，就是原本就是装三个技能，然后可是我去追那个。所以那个就是用那个武器，用重的追击按 L 地形的动机，也就是今天刚刚工伤之前把三 D 脱掉过来，有差吗？他会重设吗？我又再调了一次啊！现在就很一样，因为我现在不会跟着，我的画面不会跟着，不懂。为什么没打到？超神秘技能！火药中你还可以累计上去耶，干这么屌啊？对啊，啊干！那我在别的地图，我打小怪打一打，一直集到那个50颗再去打就好了。浪费时间，不边打边吃，可以多带几个蛋爪，然后补满再用几万蛋。有一个爆破蛋，我来试试看。对，爆破蛋完全没效果，不知道什么。爆破蛋。我看到他卡在敌人身上了，然后他爆破弹可以干嘛？好像没什么屁用啊，爆破弹。好像是哎、欸。我记得有写爆破弹，完全没雕用啦。爆破弹没用。哦，就是它有爆破属性，拿来部位破坏。那要怎样？就是部位破坏特别快的弹。会吗？是啊，爆破属性是这样子。以前弓就有爆破。那这是做一个爆破弹，不知道可以冲干啥。一般都用散弹在打。干，我他妈要死了！干，
掉了。对，打不赢那只。我真的觉得那一只猫头鹰这一次铁板最难打。真的。你要不要顺便看一下你的那个？我刚，我刚有看啊。我刚讲那边讲的时候，我刚好也死掉了。嗯，看，你死两次哎，太难打。可是你第一次打得不顺啊，那个第一次武士道啊。对啊。也是跟猪一样干，他蠢翻天呢！猫，而且他的冲刺他妈真的是蛮难闪的，他的冲刺翅膀其实也不窄，他就是他这也不算是新的，对，就是免鸟的模组，对，有配飞龙种，哎、欸，没有，应该是鸟龙种的模组，就鸟龙啊，那个免鸟啊，跟那个唱歌那叫唱歌的。谁、啊？唱歌的、啊。彩鸟。对，应该是用那个模组来改。干死你！可是我觉得他有转头特色，还蛮好笑的。转头真的不错。我现在理解那个咒语跳跃了，他跳跃之后可以马上进行蹲射，你就可以直接在空中连续射击。你就跳，马上蹲射。对。测试一下好了，他好像可以快速进到蹲射状态。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还是武士道最强。除非他现在是没弄好平衡，还在调整，不然武士道妈一定最强。那重弩最怕就是一些状况没得闪，可是那个那武士道那个回避他妈的无敌时间妈有够久的，还有额外强化。对啊，我等于又可以无时无刻使用绝对回避。然后又再加上，光是无时无刻可以使用绝对回避这点，就已经他妈超过分了。就算不能不会强化装填也没差，干。嗯。而且你如果用 X 的话，还会跑超快，我觉得很好笑。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设计。不知道。不过只有少数几个武器，我觉得适合。武士道吗？像是大剑就很难用，有一点，对。然后太刀其实也有一点难用，我觉得。我也觉得，因为他这样，因为他用武士刀之后不能放大连击，就不能上斩尾，反而就失去一点那个，啊，失去一点优势。再用一次重弩那个武士刀打驯龙，看看可以多快。可是他子弹妈的给我的很烂，对啊，体验版弹种。哟，哼，
哦，原来如此。我现在理解重，其实重轮的那个跳跃系统也是不错用，那一招我觉得蛮好用的。会吗？因为他那个踩完敌人之后会自动reload之后，你如果按那个 X 跟 A 同时按，他就会用一个超级大跳射，不离怪超级。然后你在超级远之后，你可以马上接蹲着，就可以直接蹲。不过我个人不愁重，我只会装点，然后滚到觉得不错的位置。哇，干，吓死我！我发现弓有那个新的设计模式之后，就觉得好用。这一代很有新意。你看，你这样这两天玩，到时候上来就不会卡卡的。看，你操了吗？定定定，我操！想怎么射就怎么射。对着地眼颜色，看来我们思维差不多。
卡里好像也没很快啊。嗯，就看熟悉度吧。你上次摸魔物猎人的时候，被佛忘那个时候。MH3 吗？MH4 FO 吧。我们是线上版的。对啊。对啊。对啊，那至少也是半年前了。熟悉一下。这站很快乐。是不是 Supernova？ 我觉得火药中毒是正常。是不是 Supernova？ 看一下有没有介绍兽子，有时候它射出去不会爆炸。灰です。灰です。你说 Supernova 是不是有点烂？你干？哦，它 Supernova 是贯通属性的，然后到达临界点，就是贯通的极限距离就会爆炸，所以不能够接近。要把他们中距离爆发出来，很废。有差。哦，输了，他妈的，不是输了，干，他打好久，奇怪。你只要打到五分针以内都蛮快的。五分针在哪？就左上方的那个时钟啊。已经五分了，干。就一格而已啊，我觉得一格以内都算快。我刚刚看到大锤武士到零分针。有，什么都有，长江有零分针。看林德，我按闪嘞。好，干干干干干。嗯。不用效率出，干要啦。我要。干，妈五分钟以内没有全破，然后打死就是废物。真的，没关系，我五分钟。嘿嘿嘿。反正有一个中就好办事，就靠你打麻了。干我才不打麻嘞！我累了，不想打了。干，我想把精力留在会打到素材的时候干。就休息啦，纯体验一下而已啊。干还不错啦。我觉得这一代很有创新感，可以实况就好。跟那个时候
从二 G 到 P 3的感觉差不多。二 G 到 P 3，对啊，很新，多一些东西。嗯，有多就觉得好玩很多，还不错。有那个武士道干，我的重弩妈起飞了。我记得大师以前二 G 的时候啊 ，P 3也是啊 ，P 3的时候干、嗯、重弩也是个低调 OP， 什么都要低调 OP。因为那个时候他那个重弩可以有自动装填的、啊，嗯哼，像后来就改掉啦，气到不行哎、欸。哦，对啊 ，P 2的时候自动装填强，超强。而且我那时候配的装备是自动装填、通常弹强化，然后属性弹就是什么，就是火焰那些啦，强化。然后攻击大，攻击 up 大，然后自动装填。哦，那个射光射通二都是被把那个狙击的驯龙射到，随便刷。嗯，这一代就不知道，我就不知道玩什么了。我觉得都他可能性，只有那种看不懂的，我不会去玩。超重棍、冲击斧跟冲人斧跟斩击斧超重棍这代也不怎么样，被改掉了。除非没有啦，试玩版就不太知道到底怎么样。你还是要玩正式版，你才会知道你在这个时期弄来的那个武器，它到底多强。不知道，希望啦。可是我觉得应该。但是这一版有被改弱，不然以前那个真的太强。你说超重棍吗？干、啊，以前超重棍真的他妈太扯了、欸，真的他妈太扯了。我那个时候刚做好一把，随便找一只打就一直起啊，很强，超猛的、欸。我那个时候玩，啊、我因为我没玩四 G 嘛、嗯，我就是玩四而已。嗯，四最强不是后面就是村长就单只的那个不是天回龙是吗？嗯，两只脚然后会变黑色，然后走在地上地板会脏掉那个。对啊，对啊，我那时候第一次打，然后搞不清楚啊，我就是超重棍乱打，当然也没不是乱打啦，我已经就前面全部都是用超重棍过了这样，嗯，然后打，干，妈超快，第一次打他妈十几分钟就过了，干，对啊，妈超猛的、欸，又在天空飞，而且你从此都升强壮一点，他不是强，我知道他不是最强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他是那一代就是那个。标的啦，怎么讲？就是封面怪吧？你说天回啊？天回啊？三代、喔、哦？对啊，四代好像是。对啊，四代好像是封面怪。对啊，然后你就没打过嘛？可是就觉得超简单的。啊，我知道不是最强啦，后面一定有更强，我知道啦。啊，希望这一代哈欠王可以大家打出自己的风格，不然以前大家就是穿一模一样拿同一把武器也打。嗯，不会啦，我觉得这个到最后还是会大家都可能固定某一种。我觉得那风格顶多就是打不同怪的时候用不同风格吧，但是最强的一定还是那几个 set。嗯，耶。希望啦，就还是比较想看到大家各自有各自的代表。嗯，我觉得武士道如果嗯一选那个效能性能就是这么好的话，干我觉得很比较就玩那种武器的人就是固定会选那几种风格。嗯，看看吧，像长江除了跳跃以外，我觉得都有它的可能性。像长枪的那个、啊、Stolaga， 他第三下没有改，我就觉得很好用。看看啦、啊，反正只是体验版，觉得还有很多可能性。我也是力虫，我也是升力虫，力量虫。力虫、啊、大部分都玩力虫，力虫对啊，力虫光是一直来回撞击，敌人就快死了，真的。有多少次是你想说哦，你要凑头的颜色，然后他转身要火车，你就送虫往前冲，然后就冲往前，然后他就冲过来撞虫了，啪就直接撞死，哦，好爽啊！
看，真的快乐。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太强啊，太强了。我觉得太强是那个骑乘的那个倍率太高了，随便一个怪物嘛，一场他自己一个人嘛可以骑个三四次。对啊，从头就看他骑就好了，其他人都就旁边看。然后打那个打魔物的过程就变得很普通，就是大家在旁边绕啊，多看个几下。有一个超重棍一直骑，骑到就打弱点，重复到死。哦，他们说重棍这次多了一次吸三色的受击，所以一次就变赛亚人。就是那个 Stolaga 跟 Kirudo 的第二招，可是那个维持时间非常短 ，OK， 大概30秒以内就没了。不如直接去吸啦。对啊，可是有一些怪真的不好吸，就他可能腿是一个颜色，然后手是一个颜色，然后呢另外一个颜色可能只有肚子的地方可以吸，就要用那个、啊、用那个 R 加 X 那一招去指定，然后去吸，就比较麻烦啊，就是比较麻烦。对啊，我觉得超龙棍他们可能想说要改成就是骑乘倍率降低。然后其他东西造就、啊，我觉得其他东西造就就很强。它只要颜色有到，自带一个耳栓，它的攻击速度变慢了。我刚玩的时候，以前哇，那个 A 这样狂按，他妈割哦！我不知道，因为超龙棍，我那个时候玩了一阵子，我也是玩不熟，可能我都没玩过的东西，我都不会去碰吧。那充能斧那时候就很酷，我练了一阵子，发现我还是没办法，又回去玩长枪。我只玩了一场就不玩了，就是不行。是蛮酷的啦，可是太难用了。我比较喜欢用鞭。然后斩棘斧是因为那个时候 P3 刚出，然后我朋友就很爱用。妈，我觉得他是个废物。从那之后，我看到斩棘斧就很干。为什么觉得他很烂？是不是？我觉得他砍起来都没有伤害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觉得妈奇怪，为什么你砍你看起来好像做很多事情，可是他都没有掉血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后来我看到斩棘斧，我就觉得这把武器很烂。到底有没有变强或者怎么样，我不知道，可能有啦，但是就你知道下意识看他不爽。干斩棘斧，我觉得他伤害真的比较低耶、欸，神气龙。我是不知道啦。看没有，我觉得斩棘斧他要有比较大的那个空间啊。你说施展范围？对啊，施展范围啊。可是多人连线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很少遇到斧头的啦。可是斧头如果他在前面他妈在那边用那个。A 去甩人家头的时候，旁边的人的头也被甩到，真的就一直跪地板。我就是因为这样才跑去玩重弩，我真的受不 了。对对对，因为那个时候我 P3 我超爱用长枪，那个时候的反击长枪太强，我就一直用。然后我朋友就一直用斩击斧，在旁边甩我，他妈差点气死。真的啊啊，要不然就是太刀倒退斩，我就是因为太刀出来之后就不玩大剑。干，难怪我这么讨厌斩击斧，我这么想起来，我他妈在地上一直趴。真气死，真是不舒服。哎，算了，反正长枪这种东西，我觉得还是就单挑的时候使用。就没办法啦，我觉得大剑也是啊。除非是你有那个团队配合，比如说麻痹，或者是睡眠，或者是陷阱那些干嘛，你用大剑就算了。像以前我单，像我从。那个 MHG 开始玩的时候，就是用大剑，就会觉得一个人用比较好用啊，因为你可以算那个魔物转头干嘛，你就可以去劈他什么干嘛，尤其是后面有蓄力的时候，看蓄力的时候，你多人玩的时候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转向你这边，然后你就超没输出的。嗯，而且那个时候二 G 吧，那大剑都是配那个复慧星的那个矫枉剑，但是配那个拔刀术，就是拔刀一定会。暴击那个，所以你平常就一定不会去横斩或者是捞斩，因为没伤害。干他妈的，只能一直拔刀斩呢、啊，然后队友很多就这样，然后就觉得哦，干真是太难玩了。嗯，所以他后来一直在平衡啊，像后来他就把拔刀术改成两种，一种是击，一个是力啊，然后最多只加50%，就不是100%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干以前真的超猛的、欸，以前大姐妈的。1400多伤害，然后展位差一格就满，但是彗星负30这样，对啊，你就用拔刀术，然后你用那个降，
然后还有一个攻击力大，干好爽哦！那从头到尾就只是对着头蓄力战，就超爽的。的那个时候打那个刷金狮子也是这种感觉，靠人家棉，然后三个那个大剑，大概是棉三次就打死一只狙击金狮，超爽的。不知道啦，反正这一代我觉得有它的突破性在，应该会很好玩。我觉得他们只要搞越多这种，就一定会越多变态。真的，一堆鬼神，30秒就干掉一堆了。真的，尼可尼可已经他妈一大堆妖魔鬼怪，鬼神，鬼神。干加一金，我还是期待看到那个啦，看到有很多不同风格的玩家。对啊。因为我现在几乎什么都会玩，反而没什么特色了，想要找一个东西定下来。可是还是觉得不同的怪用不同的东西去打最安全。其实本来就是这样，本来就是每个武器就会有一個，就是每个魔物都有一个最好打的武器，然后就去换。然后会有一些罩门。可是你真的 UI 才会一直用，像我那个二 G 的时候。他不是有那个武器使用频率的那个表吗？嗯，我只有重弩跟大剑最高，其他都是十位数以下，大概我也是、啊、应该说百位数以下了。因为那个时候那两把武器最方便啊，超屌。像那个四 G 也是这样子啊，就是因为超重棍，干还真的是超重棍，他妈一根就可以打完所有的怪，对啊，太好用了，太好用了，所以现在他才把倍率降低。太强，然后重弩是我觉得最，我现在已经觉得已经是最万用了。嗯，没有重点是他万用，重点是他连线的时候比较不会干扰别人。对啊，就重要。重弩最大的问题在这一代改掉了，反而就很好用。Very good， 干靠你射了。好，我射了，掩护射击王，没问题。真的，跟我一起玩都不用带高耳的，真的。是因为你一直叫，大家耳膜都破了吗？我会射大家的屁股。啊啊！别再射啦！我这一次拓荒就不知道用什么了。拓荒可能用弓或者是那个吧，大剑嘛。我发现弓这一代多那一下太好用了。哦，我有看到，你蓄力射，那一下很扯。那一下真的就是把弓的问题又补足了、欸，因为弓原本的问题就是你不蓄满就没有伤害，那你蓄满的话，你要耗费非常多的耐力来补足那个，然后你要走位跟贴近算距离。可是现在多那一下之后，你等于一次就射两箭，那你的伤害跟那个走位问题都会被补足，很扯，屌啊啊啊啊啊！可是弓箭就是丑，丑少林功夫没有。我觉得以前那个霸龙弓，哎、欸，是霸龙，不红黑啊、喔嗯，还是什么的？霸龙弓比较强，霸龙弓也不算了。霸龙弓是属性跟那个，因为它的龙属嘛，对，霸龙武器的特色让霸龙弓变得跟鬼一样。那个时候打那个红黑是不是？还是红黑？对啊，黑龙之类的。黑龙、祖龙，还有那个祖龙那些，哦，干他们那种打那个速度让我生气，所以我真的，噗噗噗噗噗，我不喜欢用弓，我觉得很讨厌，脸都烂了，超讨厌啊！好快乐的日子、哦、可是我那个时候玩魔物猎人，倒是因为进到一个我觉得有点妈鸡掰的族群，然后起来的那一段期间，其实过人堵烂。后来是自己玩那个网路版，奋发向上，自己来向上，真的引体向上，赢了赢了，真的赢了，就什么都会了。有，要不要面临啊？现在吗？现在啊，没力，我们两个都没有力气吧？我超没力，对啊，而且他妈已经打完了啊，不用打了。多玩点啊！干不用了啦，人真是板了。我现在妈体力留去刷素材不好，妈打这个妈没有素材没时间的。不行，我觉得很好玩。
再玩一场。我等了多久？我从妈五月还是八月左右就一直在等了，终于他妈只剩下一个礼拜，七天，这礼拜六。干困了死了，困了，现在三点。我今天身体超不舒服，干，希望睡觉最近可以好。干，应该会吧？我那个呢？我有时候坐到一些很臭的计程车，我就一整天不舒服了，很奇怪。就是上次有一次我从高雄回来，然后坐到一个那个妈，只要有边那个叫什么道路有震动，那个车就换像快解体啊，没有空调，椅子跟那个窗户那些什么东西都很旧，而且他那个干他那个窗户竟然是手摇式的，至少也有20年以上的车龄。对，然后那个谁，那个司机是一个年轻人，可是穿的就是有一点破破烂烂的，然后他一直喝一个看起来很像那个，很像牛奶的，一整罐的那种大罐的牛奶的饮料，可是里面看起来像牛奶，但是那个很热，然后进去的时候也很热，那看起来就像放了超过6个小时，不知道他到底在喝什么，恶心死了，真的。然后就一路回家之后，我干，我那一整天都非常非常不舒服，就一直想吐。干，我一直想说那台车是本身就中邪还是怎样，就后来我前几天有搭另外一台。我就礼拜二的时候去西门町谈事情，妈也是坐到一台，可是那台车就是蛮高级的，里面还一直有那个葡萄口香糖的那种味道，就还算蛮香的，可是混了一点烟味，干我也是一整天很不舒服。我去完卤蛋当家怀的菜，妈累死，哦，就尴尬，真的，你可能是遇到类似的事情，闻到什么东西啊臭，没有啊，就是打呼啦。哦，你说打呼之后让喉咙痛？对啊，好惨，没办法。今天晚上就喷鼻子喷止汗剂，然后睡看看。止汗爽身露。我觉得计程车臭就算了，我很怕那种干油门不知道怎样就这样子吹的。干你娘！我真的会疯掉哎、欸。干踢小哎，干、欸、对我而且那一台我坐两次哎、欸，干，干你还可以坐两次也是蛮厉害的。他就是永远都在我家附近等啊，然后我有一次赶时间上去，然后说看好像有点熟悉，我那个啊，礼拜二搭的那间葡萄口香糖，他是路上只要遇到的问题，他一直在骂、欸，哎，靠。而且一直这样，我就坐在后面。我干，这灰气这大，给死人！妈，死白痴！我就说，我干，他懂什么叫死白痴？要气，他就开走这样，很酷。确实是，哎，八七三点多了，八七三点多啦！我要去玩我的时空幻境了，我要开台。哦，你还没破啊？没有那个 DLC， 好像听说2个小时左右，我把它破一破，去吃个早餐，洗个澡，睡觉。好，好了，先挂，不不。干卤蛋好屌！哎呦，干他超屌的，还开耶！妈屌开明呢！干，今天有点累了，想要玩 Overwatch 给大家看，可是现在有点累。你们可以去看卤蛋好了，我不舒服啊，我就明天还要早起啊，喉咙疼痛啊。大家晚安啦，差不多了，睡去喽。啵啵啵啵啵，好啦，大家晚安了，大家晚安了，感谢大家的看啊，欧大必须好了，晚安，我明天看看怎样，如果没事就回家开台，好，拜拜。